及缓缓的步入了背场。温馨的烛光呢，象征着我们新月的心愿，都即将会一一实现哦。同时，也帮这场婚礼安排了最棒最棒的序幕哦。行动为新人献上了最棒来自友谊的祝福哦，可见我们新人人缘是相当的好的，所以也邀请各位贵宾呢，给我们伴郎伴娘鼓励的掌声哦。相信新人们带着这个友谊的祝福，在未来的一路上都是顺遂而顺利。